我难阻的历史再唱给你听，说到里皮的首战今夜零比零，首届中国杯新人气登场，三步递进现赛场硬身受重伤，神龙活虎的伤员被冰刀难看，点球声和罗迪亚收手狂点赞，央视的解说名叫刘佳远，山东鞭炮炸南韩赢得最惊险，中国队在输一浪魔鬼的客场，金巴球赢费用球没有吐槽，二比一对叙利亚完化杨杰伟，搂左搂带白白丢掉三分，无字过高龄的破门，剩下强敌卡塔尔告别世界杯，输赛尔维亚广州的热忱，重新主场丢四球国足太悲催，2017东亚杯首战对南韩，李大宝在破门扳平比分，调整状态再上场西班牙日本，一片悲怆国足用过几句，2018中国杯国足快上阵，六球数为20被捕被罪，被阵截退最无语，开场就进球，1-4的结果令人汗颜，亚洲杯前中国队再出上上签，保送16强要充满信心，未断信心足协照与南北热身，战胜缅甸队中有先生人，球场上不会停球等困难愚昧，国足保佑停球五米以内，小胜缅甸泰国队输给卡塔尔，就叫射门无奈战平巴黎，十七亿人跳不出球队，再次战胜叙利亚对阵亚洲杯，但愿中国男足旗开得胜，但愿中国男足拿到成功。我曾惜败卡塔出现权，12-0不甘释然病软，四十余脚都射门，远四中门框，进球无盼再拼中国香港，教练法国的佩兰被迫来下课，救火教练耳机公告红光，完胜马代卡塔尔只取12强，顺利出现感谢热身战胜多巴哥，输给最大内陆国，十二强赛光荣输给韩国，主陈战一浪门将登场却受伤，换上新人不超感受赛场，国足主场平一浪或四败王将上，在与战乱的叙利亚较量，门将盲目的出击三分来送上，国足信心扼杀在这个赛场，最后输给乌兹国高洪波下课，一壶